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人，已除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32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3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04，下午20:30至3:37。地点：本院喉咙302会室。出席委员段维一康等11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1人，请假委员徐委员淑华一人。列席官员：考试院秘书长李继璇及考试院及所属机关人员。主席段召集委员一康。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考试院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全序部部长及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委员柯文建明等16人提出质询，委员许淑华、林俊宪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一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我们等在场人数够了，我们再确定议事录。现在先来介绍列席官员。好，首先介绍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施能杰，主任秘书陈本清，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代理主任张佩华，地方行政研习中心主任李忠正，综合规划处王桂兰处长，编组人力处黄新维处长，黄新厨处长，培训考用处肖玉处长，给予福利处陈坤元处长，人事资讯处陈邦正处长，秘书室蔡富雄主任，人事室吴延军主任，主计室陈美珠主任，政风室陈英斌主任。好，今天的议程是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现在我们先进行报告，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施人事长报告。报告时间6分钟，请简短。主席，各位委员，谢谢这个委员会安排这一次的会议，让我来这边做业务报告。那我想520才刚新上任，那我希望借着这个报告呢，跟委员会报告说未来主要的工作重点，还有这个请各位委员多多指教。那因为只有6分钟，我就简短做一个报告。那书面的报告也请各位这个委员多参与。那整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其实主要的角色就是扮演行政院的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幕僚的一个机关，那主要负责不外乎有几项重点，一个是员额管理，一个是组织设置的规划，另外一个是公务人力的训练跟培育，另外一个是跟待遇管理有关，当然另外一个是指挥呢整个政府体系行政院体系的整个人事同仁。我想这几项工作呢，我们希望透过这几项工作能够不断落实呢各机关呢有效能导向跟攻击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然后来激发公务人员的工作热情跟工作绩效。那以下呢，我想我仅就呢未来的那过去我们的重要业务里面呢，在报告的第一页里面大概归纳成6大项，那这6大项也就回应我刚讲的一些工刚刚报告的一个主要的执掌。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特别着重在第9页开始，我想我针对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呢，跟委员会提出做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也有一个附表供各位做参考，这个在最后一页啊。那我想我们未来的整个工作重点，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做整个政府总员额配置的管控，但是这个总员额控制的管控主要的基础还是要回应呢外在的这个公共服务环境的需求不断变动啊，那我们要做一个政府总员额管控。那在这个里面呢，最重要还是要掌握几个原则。我想第一个原则呢，当然是外面的一些公共服务的需求在变动，有些可能需求呢慢慢减少，有些需求增加。那我们在一个中央政府总员额法的管理下呢，还有立法院的节预下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做员额管控，等于是在一个员额维持员额呢不成长了，或者是遵守中央政府总员额法的高限之下呢，又能够呢因应有一些新兴业务的一个人力的一个需求。所以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要
积极做了一个事情，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称为叫策略性的员额配置的管理。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在做这个员额配置管理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根据中央政府的这个总员额法里面，我们进行员额评鉴。那这员额评鉴其实在行政院所属的机关里已经不断实施了，大概全面实施了两次，那今年应该在实施第三次。那我们在做这个员额评鉴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在精进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努力再继续持续精进，因为透过员额评鉴呢，可以协助我们呢，做好员额管理的一个管控跟配置的一个工作。当然，第三件事情呢，我们未来会努力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想做一些员额预测性的规划管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去做，透过我们的资料系统去估算，就是说未来可能的各机关可能的离退状况。那我们根据这个离退状况，再参考呢可能未来业务一些状况，然后我们事先做一些可能的规划，做协助我们做员额管控。我想这个是我希望未来可以努力继续做的一个方向啊。那当然这里面呢，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总员额法呢的一个规范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腻的规范。那当然这部分呢，未来我会再跟委员会多做一些諮商。如果有可能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就总员额下面还有五大类在做系列的一个规范，那系列规范都个别分定那个高限。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在不影响总员额情况下，如果这个系列里面可以再做一点点弹性的空间的话，我想对我们管理上会有更大一个帮忙。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未来业务我做一个报告。那第二件事情呢？未来呢，我们会继续配合行政院的这个施政方向呢，负责组织管理的这个事情。那组织管理的事情不外乎呢，一方面呢，继续呢处理呢还没有完成组改的这些案子。那这些案子呢，是让我们会通盘做一个检讨，在稳定的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里面呢，再往下做下一阶段的一个规划跟未来一个提案哦。那当然这中间如果有一些比较急迫性的一些个案呢，那我想我们再另外做处理。那第二件事情是行政法人的事情。那事实上行政法人这个组织呢，事实上也是我们已经有行政法人法，那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四个了。那事实上很多行政院包括地方政府也有新的个案需求，那这部分我们会谨慎来评估呢，是不是呢在未来有一些行政法人也可以作为我们在做组织改造一个选项。第三件事情我简单的报告是，其实人事行政总处很大一部分工作还是在做训练跟培育这个工作。那训练培育这个工作基本的基调呢，未来一定是这样子，我们希望继续投资，但是也会更重视成效。那在这里面就有几个重点，一个呢，我们会非常优先呢来培育比较高阶的文官这一部分的投资。那投资的重点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规划。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也会努力呢来重视呢各级主管，因为因应也是环境变动而需求一些新的管理能力。这些比如说要做法规影响评估、政策影响预评估，比如要做风险管理，比如我想我们还是做公民諮商、公民参与，这些都是因应新的需求，我们的公务人员应该懂的一些能力。然后这部分我们未来会继续来做新的一些规划。第三件事情是，整个台湾的民主社会里面也需要公务人员越来越对民主治理这个概念的一些价值要能够认同，所以我们会多在普及性的这个包括社会的这个平权、人权，还有我想包括性别主流化，各式各样跟民主治理相关的议题，让普及式的让所有公务人员呢能够尽量能够充分知道这些基本的一些知识。那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些学习平台的一个整合，然后有一些公务人员的一些机构设置的一个再检讨。那当然第四个部分我简单讲说，我们的整个待遇策略一个管理里面呢，我们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不断检讨我们现有的一些待遇制度是不是有一些哪些缺失，我们要尽量来多做一些改变。那我们也会配合年金改革委员会呢提供必要的一些资讯。那最后一部分呢，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人事体系的一个能力的再加强。我想我们会努力来持续这部分的一个工作，来协助机关呢能够充分做好效能导向跟绩效导向一些管理的工作。那以上跟委员会报告。谢谢。好，谢谢人事长的报告。好，我们现在这个在场人数已经够了，我们来确定上次会议议事录。请问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议事录确定。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已经完毕哦，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均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那么，因为
我们今天的这个议程啊是临时改变的，所以人事行政总处有说明啊，下午人事长有本来既定的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所以我征求各位同意，我们今天中午就如果超过时间，我们中午就不休息啊，我们今天一直到询答结束之后，那么才这个我们中午就不休息，就一直进行询答啊。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处理。好，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主席啊，各位委员同仁，是人事长啊，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是人事长？好，请人事长再次上台，不用行礼，谢谢。委员早。人事长早哦。人事长，我请教你啊，因为我们想整个国家年金啊，这个快破产啊。那前天劳动部和全序部有到立法院来做报告啊，报告时都没有解决的方案啊。那甚至于到目前，连个具体讨论方案都没有。那人事长，身为年金改革委员之一啊，你是委员之一，请问你认为年金改革委员要怎么样在一年内把共识版呢、这个送到立法院，你有什么看法？报告委员，我想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是在总统府的层次哦，那我想它是一个采用共识决，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够去参与。那我想，我是这个行政院算是一个代表。那因为人事行政总处去了一个代表的角色，我们并不是主管机关。那我在报告里面提到，我们负责非常多的可能相关的一些资料收集，那可以提供给年金委员会的委员在决策的时候做一些必要的一些参考。我想我们主要扮演的角色是这样子。那你认为未来的整个共识决是不是以多数委员的决定作为多数决？我想这个年金委员会好像我理解应该是在六月底或者是七月初会召开第一次的会议，而且是全程这个转播。那至于说未来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子，应该会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决定。那个人事长，因为你哦，当然，这个整个年金改革其实站在这个您的立场还是很重要哦。那政务委员林万玉说，一年内哦，这个要是没有把年金改革这个共识版送到立法院，就要下台哦。那请问十几年来的年金改革到目前为止当然都没有共识啊，是不是过去的这些机关首长都是空谈改革哦，还是这次的年金改革委员这个你认为是不是比过去的能力都强，你的看法呢？我想主要这一次年金改革委员会跟以前做的做法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过去都是由行政不同的主管机关负责提案，但是并没有外界这个参与的一个机制。那这一次年金改革委员会真正最大不一样是让可能受到改革的一个外界各式各样的一个个人团体代表能够进来做一个参与讨论的，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过去的推动的一个机会会比较大。那个是人事长，因为负责劳保劳退基金的这个劳动部和公务人员退伍基金的这个全序部到现在讲实在话也都没有定见了。那请问是不是光听各方的意见年金改革办公室就会出现共识？您看呢？我想出现共识不会在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它是在那个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那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其实等于是做那个协助那个会议的一些行政程序的一个幕僚啦。我想议案还是会在那个地方提出来讨论。那个，我想那个政务委员那个林万益说，年金改革办公室哦，这个扮演总统府年金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幕僚，没有错吧？对，哦，那并且筹办会议，请问为了年金改革，你认为这个牺牲是不是改革必要面对的痛？依您的看法。我想年金改革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碰到，因为它范围非常非常广，不光是军公教，也包括劳动体系，也包括其他社会保险体系，都同样面临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我想未来的改革，在改革委员会讨论出一个大致方向以后，那个如果大家有一个共识，我想
总是一定会有人会受到比较不利的一个影响。那这就是透过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呢，然后我想最后还是要送到这个立法院来做立法的一个审议嘛。我想那个过程还会后续继续来讨论。那个人事长，但是哦，各个年金本身意见就本来就很多的旗舰了，那你认为开会就能够把它整合好吗？依您看，我想这个涉及到我的理解是这样，这一次的委员会采用的方式是比较像是欧洲在讨论年金改革的一个模式。那当然，在一个讨论过程里面，如果所有参与的人本身都认同这个事情是重要的，那加上有适当的充分的资料，那要是沟通上大家有旗舰的话，您看这个部分要谁来负责来把它这个把它处理好？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在委员会里面透过更多的沟通，更多的资讯的呈现，然后大家有一些意见，一些讨论完以后，我想大家有一些进展，那有进展以后才会往下走这个版本嘛，那版本才会送到立法院，那立法院这边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凝聚更多的共识去讨论。那个是人事长，我在请教，因为这几天哈，这个改革委员之一的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哦，这个他是改革委员哦，这个李来希啊，在脸书上质疑说，记者适合担任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吗？哦，那并请青年代表北学联的这个何世昌退出年金改革委员会。那请问年金改革委员的适任性，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先过滤？您看呢？因为这个部分的一个委员的一个临邀请的一个全总，我并没有参与哈，这个都是在我知道应该在总统府，但是依您看这个那个理事长那个李来希李理事长哦，他是全国工人协会的理事长，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我对那个报告委员，我对个案并不是很了解。不过最重要一个原则还是年金改革应该是要有多元多方多元对声音的参与，这才是最重要。他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我是说依您人事长的这个想法，认为这个适不适合？报告委员，我真的对这个个案本身的一个状况不是那么了解。不过我的理解是，好像是后来有这个反应完以后呢，那个好像推荐的代表他们也就推荐的团体也就更换代表，我不晓得这个资讯是不是正确。我好像看到报纸是这样写，我不敢肯定。因为公民社会代表的代表性。如果被质疑，你认为政府是不是有必要做更多很明确的解释，来那个事宜，就是说让不要让人家质疑。哦，当然，但是我理解是，包括林万益政委应该也有这一方面有做一些说明了。哦，因为哈，既然有质疑，当然你要是说政府不做说明，对，那个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对，我理解是林万益政委那边应该有对这个个案。有一些对外的一个说明，那有人有质疑，当然应该说明是应该的。那个是人事长，我再请教你哈，因为人事总处三月初发函给全国公务机关哦，提醒公务员出外聚餐的时候要注意形象哦，那不能酩酊大醉、大声喧哗。那请问您认为这样的公函提醒所有公务人员，您认为有没有必要？这样，我想。提醒公务人员，有一些行为规范是好的事情。那当然，提醒的方式可以非常多种啦，也可以正式发公函，也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我想我尊重，因为这个是我上任之前嘛，我知道，我尊重上任人事长的一个判断。你们那个是有延续性的，所以说我要请教你，你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事情正式发公文去，这个提醒哈？你认为这个有没有必要？我包括我在，因为这个个案，老实说，因为我刚上任，我还不是很了解状况，我回去再了解状况。我知道好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报道。是人事长，因为哈，到底公务人员喝醉大声喧哗，你认为是私人的这个个人的私德的问题，还是涉及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保持品位的这个义务，应该这样讲，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法定的文字通常是比较抽象性，抽象性可以做很大的一个解释啊。那不管怎么讲，我想社会上对公务人员有一定的那一种期待哈，虽然那个期待见仁见智，也许有些我们认为太过期待太高，不过我想我们总是做一些提醒，这我想没有什么坏事情啊，只是这个提醒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人事长，因为针对这个公函，人事。
行政总处哈、哦、这个官员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说，事情起源是因为民众啊、哦、来陈情，有公务员在聚餐的时候大声的喧哗，而且酒后失态，哦，所以才发函给所有的公务机关，哦，包括学校啊等等哈、哦。请问，如果是你，你认为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民众陈情的事件比较适当？依您的看法，我想。这个个案本身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委员讲的是一个类似假设性的状况、啊、就是陈情案啊、哦、因为那这个陈情案的有去访问他，那个因为你身为人事长，对，因为你将来当然你这个是一定要有一套怎么样去要求，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让大家自爱，因为公务人也有公务人的，对不对？这个服务法嘛，对，你要去遵守嘛，对对对，所以说我要看看你是新的人事长你有什么想法？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呢，应该做一些善意的提醒啦，就是说提醒公务人员呢，应该要尽量避免在公众场所里面呢，有这样的行为，特别是如果你有穿制服的情况下，因为如果你没有穿制服的情况下，不见得大家知道你是公务人员。不，即使不是没有穿制服，我想既然是当公务人员，大家就多。我想这个还是社会上对我们一些期待嘛，所以我们尽量要小心这些行为。我想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情。那个人事长，其实当然他有上班跟下班区隔啦，你要上班期间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当然你身为公务人员，当然对不对？你喝酒啊，这个又喧哗，对，而且可能又失态，哦，又大声，让人家反感，对，人家说啊，这是某某机关的公务人员。对不对？你站在人事这个总处，当然你的立场应该就是在这方面一定要去多要求、多宣导。当然，当然、哦。那我再请教，因为媒体报道说这个公函引来啊，这个基层很大的一个反弹啊，公务人员感叹说，吃个饭也要管，这个年头公务人员啊是真的很难当。那公务员连聚餐权利也都开始缩减了。那请问，光是发个公函来提醒，你认为？所有公务员这样都会遵守吗？依您看，我想发公文的方式只是用最正式的方式 去提醒公务人员、啊、不过我想光发一个公文当然不见得有最好一个效果，所以在平时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在所有各机关在内部的教育训练或者是内部的一些活动的时候，还是应该透过内部的一些方式定期的去提醒同仁应该注意到这些事情。那刚刚委员提到说，如果上班时间竟然会出去类似做这种行为，那我想那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那应该如果他上班没有请假的话，我想那已经是违反的另外法律的一个规定了。对对，本来就是，既然已经有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啊，那这个公文其实你认为是不是画蛇添足？报告委员，这个因为公文不是之前发的哈，所以是不是画蛇添足？我想。对，那因为那个公文已经发出去了，你身为人事长，当然你就是应该未来要怎么做，对，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要怎么去规划。谢谢委员，回去我会再继续对对就这一方面做一个检讨。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要请顾立雄委员来替我主持。好，我们现在请段宜康委员来。主席、各位同仁，请施人事长。施人事长，段院长。是，人长您好，我要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啊，是行政院的三级机关跟机构啊。那么您知不知道行政院有几个三级机关机构？目前应该总数是有76个，76个，也就是说我们有70个，但是有6个我们视同叫做分支机构啦，就是分支的一个地方分支机关，应该是不止了。好，我等一下，这个应该是不止了，我不晓得我们的定义有什么差别。对，那也许程序部找到的资料大概是有116个。那么好，应该不管是76个、116，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关附属机三级机关附属机关机构里面，这个首长
的劣等，它分成哪几种？您知道吗？报告委员，一般来讲啊，现在的首长劣等大概几种形态，一个是13到14，那最多的是劣12到13，那当然也有可能有少数是单劣12，大概单劣13。啊，我想大概这种几种模式啦。根据考试院的中央机关职务劣等表之12，备注9所定，他说新设立的机关及该表适用的机关之组织法规修正者，其机关首长、副首长等等啊，他有一个这个劣等的标准。所以机关首长大概是四种，一种是单列13职等，一种是12到13。一种是12职等，一种是11职等，当然会有例外的规定。好，就像您讲的13到14职等，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呢，现在我们所从全序部那边拿到的这个表，我给这个人事长看一下、哦、这个表啊，如果您看得见的话，我跟你说，第二格就不要看了，那是副首长。第一格这个首长的部分啊、哦，最多的其实是单列13职等。有69个，这边是116个，这里面包括的国防部的，包括了法务部的、啊、包括了兼任的，包括聘任的，包括像警政署这样子的警监啊，通通算在里面，连国防部的这个将军都算在里面了。这里面呢、啊、13职等的最多有69位，单列12职等的很少，只有18位。那么其他的都是在12职等以上的，11职等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机关首长最低可以到11职等？11职等的有几个机关，您知道吗？哦，包委员，这个我就真的不清楚。11职等的没有半个，其中有一个11到13，如果您看得到的话，对，这一个是叫中央气象局，然后它可以到11到13，但是有没有11到12或者单列11职等都没有，都没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三级机关的首长看起来职等算是蛮高的，好，但是他的业务，他负责的业务跟他的职等是不是名副其实啊？我给您再看一个表啊，这个是左边请看啊，这是13到14职等，这个就是超过了全序部的规定，好，有十，他的最全序部最高的是到13职等嘛。但是有13到14职等，它有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譬如说国贸局，这是过去就定了啊，13到14职等。譬如说调查局跟廉政署，他说因为他们的业务特别重要。譬如说教育部的体育署跟青年发展署，是因为从体委会跟青辅会本来是2级机关啊，后来呢降为3级机关，所以把他的为了考量他当时。有的常任文官那时候的主委或者副主委，他要有一个适合他的官等，所以呢就把他的这个职务劣等都列得比较高了。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一这个表啊，13到13职等，我这个没有全部列出来啊，我只是举例啊。你看他的这个预算员额，我们看预算员额，你有没有看到说最多人的是哪一个机关？你看得到吗？好，我跟你说，是法务部的矫正署，因为他管各监所。对，他预算员额啊，105年有8390人。预算员额，他可是他的首长是13职等。预算员额最少的是法务部司法官学院。只有47个人，可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是13到14职等。然后呢，如果我们照预算来看的话，预算最多的，我们不要看那个什么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好了，那个890亿啊，因为他把很多补助学校都算进去。我们看内政部营建署啊，他的税，今年这个105年的法定税出是250亿，250亿。那么他的营建署的署长啊是13职等，可是呢，可是你看这个教育广播电台，教育部所属国立教育广播电台13职等，他的员额是136人，他的一年预算是19亿，
对不起，1,932,200,000哦，一个是250亿，一个是1,900,000,000，一个是8000多人到2000多人到1000多人，也有这个不到100人的，可是他有的他都是13职等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机关三级机关的首长，我们在定他的组织的时候，我们都尽量把他的位阶崇高啊，尽量把他拉高。然后呢，也不管他的业务量是不是有那么重，所以你会发现有的状况变成责任重的、业务重的。你看矫正署的署长责任有多重啊？他要管那么多监所，这些监所都容易出状况，他要管那么多人，可是他就是13职等。可是你看法官学院，他的地位当然高啊，可是问题是他有什么？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吗？他管理上有什么困难吗？其实没有，但是他13到14职等。你如果去看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3到14职等的署长，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人事长，你会告诉我说这个单位在做什么？你的了解？了解是他应该是本来就是青辅会嘛，那现在变成青年发展署，办演讲了，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他大概还有一些是本来的，大概有些他们有一些业务也移到劳动部去了，本来那个训练的部分也移到劳动部去了，所以他真的大概主要负责的就是教育部有些事情，办演讲了。对的，13到14职等，这个难道不应该检讨吗？然后。人事长，我要跟你讲，你如果看得到的话，这个表的最底下，右边最底下，这两个机关，人事行政总署地方行政研习中心，人事行政总署公务人力发展中心，首长列等13职等，105年预算员额，地方行政研习中心是80个人，预算是1,270,000,000，人力发展中心预算员额是50个人。法定预算是1,200,000,000，这个是我可以看得到大概最少的之一啦，就是当然有比这个还要少的啦，但是比你们这个三级机关啊，你们人事行政总处所属这两个，这叫附属机关啊，所用员额更少，所支用预算更少的大概找不到了。所以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回到你人事行政总处来问你，你人事行政总处，你人事长如果觉得我刚才举的例是不合理的，是应该检讨的，你应该从你人事行政总处这两个附属机关开始检讨起。我并不是说地方行政研习不重要，我并不是说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不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机关首长列等，我们必须考虑他承担的责任，考虑他要负责这个业务的繁重的程度。你们这两个单位要拿来，这个机关要拿来跟营建署、跟水利署、跟矫正署要列为同等。我如果还有一些没有列出来了，还有什么教育广播电台啊？这些通通都是13职等哎，教育广播电台也要是13职等，这什么道理我也搞不懂啊。所以您刚刚上任，这些问题，这些有些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但是每一个机关都会想要，如果我自己要定组织法的话，我自己要把我的附属机关的首长要列职等的话，我一定尽量把它列高，我照顾我自己的机关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个附表要规定的有11职等的首长，没有，连12单列12职等的都很少，都很少，所以大家都把职等尽量的往高列，这个其实是浪掷国家名气，这是浪费国家资源，而且非常的不公平。青年发展署凭什么是13到10？这个单位啊，照道理说啊，它就是11职等，以它的重要性啊，跟它的业务来说，然后你们人事行政总处这两个附属机关，照道理说就应该是11职等，我讲的不客气一点，教育广播电台就应该是11职等。这个不是表示说对这个机关不重视，
而是叫做名实相符。所以，任市长，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哦，在我提这些问题之前，你自己有没有去看到这个问题？如果假设没有的话，当今天我提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报告，我想职务劣等的事情，当然是考试院的执掌了，那也在组织法里面明定了。但是我跟委员诚实的报告就是说，委员指教了，我都同意了，我也蛮赞成。但是行政院的这个附这个所属机关的组织法提出来是行政院提，对不对？就是没有错，要修正是你们要提，就是在各部会在提组织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检视啊，他这个任何三级机关的职务劣等是不是适合了，而是你们要彻底的、全面的检讨各个部会所属的机关机构，他们首长的职务劣等是否合理？你请他们要提出检讨，你要特别要要求，你要定出标准。考试院定了一个表，告诉你们说可以怎么样劣等，但是实际上的组织是你们行政院在负责的。我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有一个结果？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蛮，你也知道这个是涉及到可能还会更改到现实的这个状况。那我会继续，我会尽快把它检讨。我直接跟您说我的要求，下一个会期，你在业务报告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做了哪些事情，请你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成果，你们对这个部分你们做了哪些检讨，好不好？这没有问题。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顾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我请人事长。请施人事长。委员长。人事长早。好，我想请问一下，其实啊，我们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了哈，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尤其是中央了哈，我觉得两个角色很重要，一个主计长，一个人事长，你觉得呢？因为一个首长哦，手上如果没有人，没有钱，他等于没有权。你的看法呢？因为我想在政府机关里面，应该所有的业务单位都很，所有的单位都很重要。当然，主计跟人事扮演的是协助机关的这个内部管理的一些性质，所以不要是辅助性的单位。不过所有的单位应该存在都有它的一个价值跟重要性。重点是这两个单位啊，很多人看似不重要了，但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了。尤其是首长的人应该都知道，没有人跟钱，什么事都办不了。对不对？好，那我在这边呢，哈，看到我们啊的业务报告啊，哈，那说我们的人员额减少啊，哈，员额管控啊，啊，减少了啊3.5%啊，等等，降至160,000人了，哈，这个部分详细数据我不说了，不知道人事长你对这个方面的看法，您满意吗？应该这样讲，这整个是长期以来，我想包括社会上也都有一些印象，说因为政府可能应该要更重视那个整个总用人的一个数量，所以行政院就很负责的尽量呢，事实上这也是依循这个总用法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尽量能够符合在总用法的上限里面去做一些管控啦，但是在管控过程永远会碰到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说，合理的去做一些检讨跟管控。那人事长，我不知道哈，这样我们精简的这些人呢、啊，照书面来讲啊，我们少花了多少钱？精简了多少的？跟委员报告，大概就好，大概。其实这部分我没有精确的数，不过我自己，我想我520以前自己在学校做研究，其实我研究政府的人事费。那如果用人事费的决算数来看的话，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决算数是往下在降的。当然在编列的时候呢，大概差不了太多，就是在预算数的编列总人事费差不了太多，可是实际上决算数是有往下降的趋势。没错了哈，我特别要讲请教您这个部分了哈。这个部分其实没有把派遣人员，没有把临时人员，
没有把约聘雇的这些人都算进去，所以真正的政府的组织精简再造什么，其实这个部分这个黑洞还相当大的存在啊。那人事长，我刚所说的派遣人员啊、临时人员啊，这些人他们的薪资有算在我们的人事编列里面吗？报告，我们的预算书里面的人事费那个用途表并没有把这些包括进来。没有嘛？ 对， 对不对？对，所以这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对，好，那我想这个数字你可能 不清楚。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就中央机关就好了。嗯、明年度我们大概派遣人员、临时人员，我们总共有多少的员额？知道吗？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今年度大概派遣人力已经降到大概8680位左右，那我们的方向就持续让它下降。整个中央，对对，整个中央政府包括它所有的单位，对对，就是没有错，派遣大概就是8400多人，然后我们的政策就持续让它往下降。那临时人员呢？其实临时人员主 我所说的这些包括派遣人员，包括劳务。好，承揽人员包括临时人员，我是说总共 total 的，就是我跟我们分别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有的是派遣人力，我们有这个数字，我们有临时人力的数字。好，那至于说 我直接讲了哈，好，人事长官，我直接讲，我手头上从你们这边拿到的资料大概了哈，总共了哈，有将近80000人。好，那您知道整个行政院包括所属附属机关呢哈？用最多的是哪一个？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底下的我们处长或什么知道吗？我这方面我要回去查详细的一个数字。我相信这个太。不过，跟委员是不是稍微说明，您提的那个80000多人，其实包括承揽啦。包括承揽，我刚讲的是承揽。对，对，我包括承揽。好，你这。没有把这个部分呢，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动态性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比较主要重视是临时人力跟派遣人力。我知道，可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包括全台湾的政府，让人家看不出来的黑洞。这些人根本也是啊，你如果广义的来讲，也是政府的雇用人员啊，对不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给他看了整个中央政府里面啊，哇。最可怕的是，你看教育部，一个教育部就19000多人，一个交通部就10000多人，一个卫福部的13000多人，退辅会有12000多人。其实这些也都是要付钱的，这些并不是不用付给他他钱他就来当志工的。我特别提出来这一个点，就是说了因为我知道人事长你也刚就任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什么政府组织再造什么什么这些一大堆的口号，这些如果不去处理，我觉得都是空谈。你觉得呢？一个指教，我想委员从整个只要是政府资薪的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那我想未来我们会就这个部分来再进一步来做研议。不过您刚提到了教育部啦，或者是退辅会啦，或者是那个卫生署，我想那主要是因为大部分都在学校跟医院啦。我想是这两大体系，因为他们有一些作业基金，那实际上也必须要有这个人力的一个运用了。不过不管怎么讲，我想我们都会还是来提醒这些用人机关呢，要更从您提的这个观点来讲，就整体的概念来看这个人力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单纯只看某一些类别。不是，人事长，我要讲的其实不是说这些人不能用，你如果真的要用，你就把它透明化。政府需要用这些人，你就用。你不管你是医院，不管你是学校也好，你就把它合理化的应用。您知道吗？很多派遣人员受到派遣公司的剥削，他甚至连年终奖金也没有。这个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给我们的人民一个数据。你看我们降低了多少公务人员的编制，降低了多少，其实问题还是存在。这些人他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他拿到的薪水又这么少，又要被那些公司剥削一次。我提出的重点是这个，
我是认为我们哈、哦、应该有一个整体宏观的规划，然后去处理这一块的问题，然后把真正的数据显示出来，然后配合整个政府的再造。我跟人事长您哈、哦哦、跟您、哦、就是这一点要跟你、啊、交换意见。另外啦哈、哦，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已经有六都了。六都有很多的问题啦，哈，我相信，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陈主秘，他也从基层上来的，他很清楚，现在六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将无兵，你只要哦升格了，哇，所有的官员职等都升高了，所有人他都要当官了，底下没有兵，没有人要办事情，我不知道人事长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吗？事实是如此啦，哈，我讲事实已经是如此。我在这边我是要拜托人事长，我们虽然啊六都升格，但是实际上他因为升格而比照以前北高两市的员额编制跟职等，整个台湾已经有六都这样子的，还需要这样子的编制吗？以前台北县政府的时代有多少人，建设做得多好，推动了多少事情？现在人多了那么多了，反而人家认为效率不好怎么样？我相信这个陈主秘很清楚，对不对？我在这边我不是以新北市为一个那个，我是认为说以六都去看，到底六都需不需要这些人员编制，这些人员的资等需不需要这么高？每个都是将，底下没有兵。以前两个人可以办好的一件事情，现在五个人盖章还办不好。然后每个人各持己见，我相信如果真的去看就知道，你去了解就知道。而且最底层的公务人员，他现在呢有一个心态，我只要不出事就好，对不对？他没有解决民众的问题，他只是把公文写好，让他自己不出事。所以呢，我就哈、哦，所以就这个六都这个，我拜托人事长，您能不能哈、哦、给你一个时间？看哦，下会期或什么，我们拿出一个检讨的报告，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人员额的编制？然后这些的公务人员呢，到底需不需要再受训？哈、哦，因为他不把民众的问题当问题，把很多问题卡在那里。好、哦，我觉得很多的公务人员只签公文不办事啊，这点我觉得我们的再训练什么的，哈、哦，除了人员的编制跟人的再训练。我能不能拜托人事长，你能不能说我们提出一个检讨，然后朝一个好的方向去走？台湾这么小，六都需要这么多的高阶文官吗？我跟委员报告，我想我当然这个六都完以后，其实执掌的这个地方自治的事情，我也知道了哈、那这个地方自治的事情，其实它是主要是编制这边都是内政部有一套机制在做。那当然，总处责无旁贷，也会涉及到原额的一些核定的一些部分。那这原额核定的部分，我想刚委员指教一些地方，我们会来努力呢跟地方政府做一些沟通。其实我们目前也碰到很多个别的个案要请增人力这一部分嘛。那事实上，过去我们整个政府总人力的增加，绝大部分是增加在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央政府了，所以这部分确实是一个议题。那是不是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看我们能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不过要我们去担负这个责任，可能就比较难。我没有说你要，我觉得就你们专业哈，然后你们本身要做的，你们可以提出一个，那给我们委员会，让我们大家来看嘛。我说的是这样，可以吗？哈。对，好不好？黑啦，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很急迫要改革了啦哈。那最后三十秒，你也知道哈，现在哈，像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警消人员或什么的，有的人为了生活的、啊，为了要什么，他想要调回去他的自己的，哈啊，他的出生地或他的故乡或什么，然后呢，就造成很多的困扰。我觉得我们也是从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次把它整体解决。让希望调回来哪里的做一次通盘的检讨，不要哈、哦、让造成哈、哦、警消哈、哦，尤其是警察局长和我们的大家哈、哦，为了业务上还要再为了这些他们去调职哦，伤透脑筋。我们做一个整体全国的整体的一个总检讨，这个
提出建议，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职权，好，这不是你的职权，我知道。但是以我刚一开始讲的，我们的人事，好，其实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出我们的建议，然后让好大家来决定看怎么做，好不好？不然现在是各唱各的调，没有一把标准，乱七八糟。好，谢谢人事长，谢谢。好，各位请回，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周晨秀霞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请示人事长。请人事长。委员长。人事长好。人事长，你知道这个国道收费员，这个自救会长孙义凤等36人，在去年5月13号突袭前人事长的办公室。他被地检署依无故侵入建筑物罪起诉。哦，这36个。那现在这个案件目前，你知道他宣判了没？报告员，我并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对。哦，因为行政院对我们太阳花学院都可以撤告了哈。国道收费员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工作权哈，所以我如果了解一下了，如果还没有定验的话，是不是把他们的案件也撤告了？好，我来了解一下。因为总统啊，蔡总统。哦，报告员已经撤告了。哦，撤告了是吗？好好。好，那很好，因为之前总统选举前就有承诺嘛，哈，他说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解决国道这一些收费员的年资跟工作争议的问题，所以首先他这个撤告了，我觉得这是很好哦。那任事长，我要请问一下，我们跟交通部方面还有没有一直在做那个沟通啊？像人事总处，有没有提出方案要来帮这些国道收费员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我想这个个案之前一向应该都是交通部在负责了。那有一些法令上或一些制度上的意见，是人事总处会提供一些咨询的意见。那目前新政府上来以后，应该持续在努力在解决这样一个议题。那我的理解，应该这个应该是交给劳动部跟交通部去做这方面的继续的一个处理，那总处比较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哦，好，所以你们还是多多少少有提出一些方案。对，如果有一些法令上一些咨询的一些意见，我想来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咨询意见。好，我们行政院及所属机关临时人员职缺现在有7万多人嘛，哈。如果再加上交通事业机构的人员，那就更多了哈。那这些像国道收费员这些问题啊，我们人事总处这边有没有办法来帮忙他们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包括这个议题，因为我之前并没有参与啊，那我来了解看看啦。哦，因为我想政府的临时人有一套自己的一些规范，那因为国道收费员有另外一套制度，那是不是能够透过临时人员来协助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可能是要从制度面的一个通盘的检讨。不过我来了解看看，因为我对之前我并不是很清楚。好，谢谢啦哈。因为借迄个国道的收费员哦，为了咱国家社会吼嘛，贡献10几年的时间吼，啊，你人事长你都行行好吼。不，我了解，我了解。尽量能够帮忙帮他们。好，谢谢委员。那端午节那一天有一个那个国防部的电讯发展室的女少校啊，她在家里轻生哦，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她现在还是昏迷指数还是有在三的这个阶段，还是有生命危险，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不会，我不了解这个个案，但是好像报纸上好像有报道，但是具体的个案呢，我真的不清楚。哦，因为这个女军官她还很年轻呢，所以看到这个事情，作为妈妈的我真的也是很难过、很心痛啊。我想国防部应该有积极进去处理才对了，但是我来了解一下。
因为听说了哈，据报载他是因为可能啦，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了哈、哦，但是国防部没有证实了哈。我再请问任市长哦，我们人力精简跟组织改造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来确保不会有劳逸不均跟人力不足的这个情形呢？报告员，这个事情当然都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啦。那这个事情是回到一个各机关的首长呢，应该要重视这样一个事情。那我想，我们也透过员额评鉴的方式哈，提供一些资料给各机关的首长，那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来做一些他自己内部的人力的一些调控，我想目前主要的采取的方式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嗯，因为在员额精简及财政拮据的压力下，然后为增进行政效能并节省人力跟经费，推动业务委外哈，应用非典型人力这样的一个策略哈，不是不可行呐。但是近年来啊，政府部门以临时人员等非典型人力来执行公权力的业务，哈，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哈。行政院所属机关在103年的临时人员总共有77000多，包括劳动派遣跟劳务承揽，有7000多。那行政院所属机关到104年底，临时人员总共各有多少呢？你知道吗？应该这样讲，刚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大概临时人员呢，大概如果扣除掉学校跟医院，大概有35000多人，啊，临时人员啦，医院跟学校，那总共35000多人，那派遣人力呢，大概是8400多人，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承揽是另外一个数字。你觉得以这一些临时人员哈，来执行公权力这样？恰当吗？报告委员，其实我们的政策是临时人员是不执行公权力的。当然，各机关在执行的时候，或许有些可能那个线拿捏的不是那么好。不过，我们会来持续来关注这个议题，来检讨这个议题。因为这个怕会衍生一些问题啊。因为临时人员大部分都是一年一约嘛。对。哦，他如果换了工作，那这些他工作岗位上的一些责任，大概也提来提去啊。哦，对，所以讲，我们的一贯的制度跟政策是规定是袂使啦，啊，对，讲袂使执行公权力事项。阿姆哥，当下上面一个公权力哈，也许那个线哈，有一些拿捏不准确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会继续来做检讨。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哈。近几年来，我们中央机关超额预算员额中哦，事务性的人力的。工友啦，哈，比重都在60%以上了。工友包括技工跟那个司机都是，驾驶都是哈、嗯。那截至104年底，更高达大概六十五趴哈。所以，任市长，你觉得这样的人力配置有没有问题呢？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对于工友预缺不补这个政策一直都持续在执行了，只是说因为他现在。基本上有些人还是限制人员，我们就采取为了保障他的工作权益，就是慢慢让降。但是我们的整个总的工友人力呢，技工工友人力其实是在过去这几年已经下降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我们也采取某一些做法，就是说我们有点像做媒介啦，譬如说有的机关可能比较多一点，那其他机关可能有临时需要，那我们就媒介让他看是不是移转一下，在他还没有这个离退以前。但是数据看来哦，工友超额的还有七个部门呢，就文化部、科技部、环保署、退伍会，还有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以及福建省政府。哎，这个而且这个劳务承揽比重的哈、哦、偏高的有三个部门呢，就。文化部、环保署还有退伍会，是不是显示这三个单位超额人力应用没有落实？公务人力是不是有闲置的疑虑呢？这部分我想委员指教，就是说就特定的部会有一些状况，我们会再进一步来做一些了解跟提醒他。不过超额的这个工友，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一定是出缺不补啦。那出缺部意思就是说，它应该会很快下降到呢，应该都不会有超额了。那甚至未来的方向应该会，整个技工工友人数也应该会根据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方案会逐年下降。你们是
说出缺不补啦，而且还有提出各项的研议及管控措施啦，对，但是最后精简只是精简啊，并且把它改为劳动派遣跟劳务承揽啊，哦，最后是这样子啊。这样，这可能每一个机关的做法呢，差异性非常非常大啦。有些可能就，比如像说，本来非常多人，那你精简完以后呢，事实上我们采用这个劳务这个承揽，事实上那个人力就变少了，不像以前那么多人，所以整个经费上还是有节省下来了。嗯，劳务派遣这个部分呢，像刚才我们那个张委员说的，也是要多多留意一下，是说劳务派遣，像这些工人工资领得很低，而且或许他们都还领不到这个年终奖金啊，哦，工作做到这辛苦，这样的钱一输啊，所以是肥了谁，哦，这个也是必须要注意一下。好，谢谢委员。主要派遣能力这部分，其实行政院所做有一些政策，目前来讲对他的包括薪资这部分，其实的一个要求，那个保障，其实大概都已经是相当有一个制度化在走。那至于说，确实那个年终奖金这个部分哦，因为涉及到他跟雇主之间的那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公司之间的契约啦。那这一部分目前我们比较没有特别就强制限管，但其他部分相对来讲，政府的派遣人力，我们非常重视他的，一定是比一般民间企业那一种劳动派遣的一个权益呢，我们更重视它的保障。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啦。好，谢谢。人力精简政策改为劳动派遣及劳务承揽，相信刚才我们说的哈，你说会检讨啦，但是部会如果有需要啦，像卫福部这个食安人员等这一些，是不是由正式人员来担任哦，会比较安全？对，关于哈。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在总人力即使有一个大的框架精简下，我们做内部人力的一条被过去包括食安人员我们都已经增加一定的人力几百人给他了。对，这个要正式的人员来担任会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个是关系人民这个生命健康的问题。好，那再请问一下人事长，我们人事总处作为年金改革的幕僚单位，我希望的我们的年金改革是均富而不是均贫，所以哦，是不是考虑这一些中低阶的退休人员生活，可以帮他们维持一个基本的需要，而不是把这些 中低阶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把它砍减跟劳工一样，这样以后他们的生活我们会变成均贫哦，不是均富哦，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多多费心一下。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还是有请那个施人事长，请人事长。委员长，好，人事长早哈。那在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哦，就是提供行政法人组织哦，是配合施政方向的一个积极的选项哈。那大概那个人事总处是认为说，行政法人的组织是值得推动的组织设置选项，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管所、研究、社会服务、医疗、住宅管理等低度公权力的公共服务业务。那想请教人事长，在这个部分目前现阶段新政府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吗？应该这样讲，我们目前对行政法人这个部分呢，当然一方面过去已经有四个了，那现在有些部会呢，他觉得譬如像文化部，他也曾经提过他们想要做一些譬如像说跟文创相关的这些业务，他们也来谈过说是不是有可能用法人的方式来进行。那我印象中应该还有别的部会也有提到说是不是适合他们用法人的方式。那包括地方政府，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到类似他们要做报告里面谈的这些事情，他们想说可不可以用法人的方式来进行。那我想我们都在就是说个案讨论中，都还是在个案讨论。对，在个案讨论中有比较积极或比较具体的一些结论了吗？
应该我们有一个机制啦，我们总处定了一个说什么样的组织，如果你要转变行政法人，有一些评估的机制。那如果他正式提案的话，我们就会进入那一个程序来做一个评估。那目前应该这样讲，因为新政府刚上来，那整个政府的组织，因为行政法人理论上都比较偏三，相当于三级啦，所以偏，因为它是属于主管机关监督的一个法人嘛，所以目前还没有真正有正式的再提案过来，不过已经有一些案子在讨论，就是在讨论，对，那就是没有设限就对了，如果只要符合你们那些标准，大家都会鼓励。对，我们是希望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看法是说，这个行政法人其实是整个组织设计运作效能的一个可以用的一个选项。那当然，立法院在当初推动通过行政法人法的时候呢，有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原则上先用五个，那如果我们评估效益不错呢，也许可以再做一个讨论。那目前已经有用掉四个，那其实我们内部的观察，包括这些法人运作，应该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未来也希望跟我们，但将来还是在三级机关的地位，对，它相当于三级机关，因为它不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它是一个行政法人。不过我们把它我用相当可能不够精确了，毕竟它是一个法人呐，也没有机关层级的概念了。了解，好，那再请教人事长，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财团法人呢，因为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大家现在讨论的都很多嘛，哈。那常被质疑的有包括说，这个就是如果把政府捐助的比例稀释到50%以下，就规避立法院的监督。那董监事由主管机关来指派，有球员兼裁判。那另外，主管机关对董事会的掌控，可能也随着这个法人成立的年代久远而下降，有一些理由啦，哈。我想人事长应该也都清楚。那现在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政府捐助的成立的财团法人，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转型为行政法人，来强化强化这个监督的部分？请教人事长。报告委员，我想台湾一开始在组织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行政法人，一开始都是财团法人嘛，哈。那所以政府确实也捐助了很多设立财团法人。那这中间如果有一些像刚刚委员讲的监督的机制或者一些状况，也许政府会有一点比较失控啦。那行政院当然也重视这样一个事情。法律。的监督的力道没有那么够，对，比较，而且对立法部门适当的监督的力道也比较少，所以行政也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推动行政法人法，其实就有点像是在主张，就有一些事情其实不适合用财团法人的选项，反而用行政法人，基本上一方面又符合他政府让他运作有效能，一方面有尊重立法院有一定的这个监督的一个空间。所以如果有个案说现在已经成立的财团法人，是不是说他想要转变成行政法人这个事情，我想还是个案评估啦。有没有财团法人会主动想要转化成行政法人吧？我以前有听过，好像有，因为这是在学校，我在学校的时候有听过，有一些少数的财团，他们确实有问过我说，他们如果走行政法人呢？可不可行？个人的看法呢？以前跟现在的看法有差别吗？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真的是要个案来看，真的个案来看。它的功能还有实际性，就是说，如果它的公共性真的稍微强一点的话，我觉得啦是比较适合呢走行政法人啦。那据我们了解，这个国立文化就是中正文化中心嘛，就中正纪念堂，它也是行政法人嘛。对，它现在变成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对，那它这个成，它成就是改革成这个行政法人之后的成效呢，到底是怎么样？我的了解，其实它是算我们最早走行政法人一个方式。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有一些风风雨雨，不过后来就运作了，应该是很顺畅。包括它每年都提交绩效报告。那绩效报告里面包括那财务的一个自主能力，还有他运作了一些绩效，事实上在绩效报告里面给予的评价都不是太低，应该是比以前，他以前不是行政法，他以前就是行政机构嘛，那远比他当行政机构的时候绩效运作了应该是更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就目前以人事总处的态度，就是肯定说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转化成行政法人，他的成效是不错的。
对，我相信它比以前是更好。当然，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可以继续在改进的地方。那这部分，我想它一个董事会，还有教育部有一个监督机关，然后每年都必须要，它都要提交这个它的经营绩效的一个评鉴报告。我觉得它的机制应该会让它以后运作的更好。好，那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事长哈，想跟你讨论一下偏乡教育了哈、嗯，因为我本席是来自于屏东，那在我们屏东有很多。那个人事长应该去过垦丁嘛？哈，去过。好、哦，山海国小有一些大概好几，就是人数比较稀少、嗯、地区比较偏远的学校，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偏乡的教师的招聘一直不顺呐、啊嗯。那虽然说有偏乡的一些这个加急，但是显然还是没有办法去实际或真正的去照顾到偏乡的那个学生的受教权啊。举这个山海国小来讲的话、啊、大概每年都是在用代课老师啦哈、嗯。那我想人事长或者其他的单位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说，除了透过偏远地区加给的方法、加级的方法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做法或建议来处理这些问题？报告委员，我想。当然，这个你也知道，这个权责一定是教育部。那教育部也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我印象中，教育部过去也有一些开始研议一些方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成效当然还是一直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它主要原因真的不完全是来自加级啦，真的不完全来自加级。那人力总处在这部分只能说在给加级部分给予。处理嘛，其他没有任何的专业上的。因为能不能留住人哈，这实在是因素非常非常多了、嗯。那我想委员应该理解，就是说，包括当然怎么样，我知道台湾有另外一个类似 NGO 一个，好像是一个叫 T， 好像是 TFT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他也在协助做这样一个就是没有在政府的编制，对对，他是在政府体制以外的一个协会在努力从事这样一个工作。不过，他会碰到一个议题，可能还是在于说，偏乡本身想要去从事工作的人来讲，如果我这样讲好了，就像社工一样，他可能必须要有很强烈的那一种强烈，这种对社会责任感奉献，他可能愿意留了更长。不过我们的加级本身当然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这个协助。那目前我们的加级制度，其实第一加级偏乡不是只有每个月多拿多少钱，是它的本俸是可以加成的。我们有年资加成，那我们分级，譬如像说偏乡分三级，最多本俸可以，如果你每年待一年，你的本俸就可以加2%，最多可以加到30%。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久任的话，当然。事实上，你的薪水是真的会蛮是不错。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可能有些原因还是。人事总处在这个部分的作为或者看法是说，可能还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介入，没有办法。对。那还是麻烦你们再多想点，跟相关的单位再多讨论的。就是说，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嘛？那大家也期待新政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新的作为，这样子。对，跟文报这个教育部现在也在拟一个专法，那在拟专法过程里面，如果我想应该过程里面也可能我会邀请我们去做参与，那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再积极来参与这个事情。毕竟台湾的偏乡老师确实是一直都存在这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久任的一个问题在那个地方，对小孩子来讲真的是不公平的事情。确实了，那在那个今天人事长的报告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推动性别意识培力了哈。就是在有关于这个性平等还有性平等部分的业务也是积极推动，但是我看好像推动的方向都是在上课嘛，嗯哼，好，大家都是在授课、嗯、那有关这个媒体报道啊，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发生在公务机关一些性骚扰的事件、嗯、那想了解一下行政总处怎么处理去处理这部分的问题。报告员，我想当然我们有一个在推动整个性别主流化过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program 在进行，当然这个意识的提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有一些训练课程。那我一进来的时候也跟我们同仁讲，成效好吗？成效好吗？我想我会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我相信
透过这个有些意识的一个课程，我想大部分的公务员越来越有这种意识，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应该有一些应该这样说，这个性别主化这个概念应该是有。那至于说有一些更重要落实到行动的一个，就是说你有意识怎么转变到这个行为取向，包括这行为取向包括不可以有性骚扰，类似这样一个事情，这个目前当然还要继续这个强调。那事实上跟委员报告，我一进来的第一次就跟我们的同仁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里面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呢，不应该职场上不应该发生呢性骚扰这个事情，所以我会努力来透过我们人事体系呢去要求做这样去努力避免这个事情。当然是这个中央单位大部分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嘛，只是说人事总处大概是管全国的公务员，那地方尤其在乡镇啊，这些问题其实还蛮严，还算不少见啊，那其实 大部分也都是不敢言啊，牵扯到人际的一些和谐的工作关系，那希望说这个部分将来再有更积极的作为这样子。好好，谢谢人事长。好，谢谢。好，以上请回啊。我们接下来请蔡依瑜委员。蔡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请施人事长。请人事长。蔡委员早。人事长早哈。人事长，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刚刚周委员也有问到说，关于我们现在国内有四个行政法人，嗯，那这四个行政法人，他基本上他们的法人组织有赋予他们相当的一个独立性，对，所以他们在人事上并没有受到如同我们一般行政机关会有总员额限制，哈，这样的一个，嗯，一个局限。那我想要问的说，那就这四个行政法人中有包括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灾害就是灾防中心跟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以这四个行政法人中，想要请教人事长说，他们现在他们的执行状况是不是都符合绩效？那还是说我比较担心行政法人会不会变成他规避了应该行政机关要受到相当的一个限制，那行政法人反而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报告，这个我们目前的四个行政法人，其实他执行的公共任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那个组织法的设计上、管理的机制，就是上面那个董事会跟他的董事长之间的派任机制上是不一样的。那我的了解呢，他当然有些法人都是才设立一两年，真正最长的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因为它前面是那个两厅院嘛。那后来中山科学院呢，也算是稍微走了一两年。不过中山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就跟其他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比较我想要负责那国防这一部分的一个方式。不过整体来讲呢，我想这些法人的运作应该都是他们都有一个监督机制在那边运作。那我就像我刚刚讲，我个人观感是比他当行政机关呢的运作方式应该是来得更好。好，那至于说这些法人因为根据行政法人法，立法院是他必须要交他每年的这个业务执行的东西，也要有外面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评鉴他，这个评鉴报告会送到立法院来，那立法院必要的时候如果认为需要，还是可以请他来做业务报告的。所以立法院还是有一定的比那个一般的财团法人监督密度，行政法人受到这个控制大得大。就人事长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因为行政法人他们比较弹性，所以他们运作上也是会有绩效。对。对。那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法人的组织是现在大家在检讨的。嗯。那我之前有跟人事长有讨论过，就是农田水利会。对。农田水利会他过去叫做公法人。公法人。又不同于行政法人。对。那所以过去农田水利会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员额编制是怎么有我们有限制吗？我想因为他这个公法人并不在我们的那个，我的了解应该不在我们整个限制范围，就是限制范围。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哦，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未来农田水利会官派，嗯，那他们现在这一些员额是会进入农委会的体系，还是水利处的体系，还是怎么样呢？这部分人是
这个人事长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吗？不然这样会不会变成未来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大包袱，或者是一个大黑洞？跟委员报告，这个个案本身呢，其实我先就政府来讲，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议程在做讨论了。不过委员上次拜访您的时候，您有提到说，像龙田水利会未来可能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可能这可能还是要等真正这个议案进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再好好去讨论说，他的即使他要进到政府部门来，他应该用什么形态的组织呢？对，就是去做运作，然后这个形态就会涉及到人力。很多人，那这一些人，在当初录用的时候是否符合专业？对对。那他们以后如果要并入到了行政部门，对，要怎么去计算他们的年资、职等？对对。以及他们现有的专业符不符合我们未来行政机关所需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会对人事。对人事长，我相信也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未来这部分可能会让人事长会比较辛苦啦。这个，谢谢委员的预告啦。不过我想还是这涉及到这个整个政府整体的那个政策，包括农业未来的农委会他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议题。如果真的有这个议题出来，我们会来做这样一个因应。不过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想象这样一个可能，应该要想象了，因为一个状况了。就站在我相信很多民进党委员的一个立场，也都很希望农田水利会可以并入一个官派了。因为以现行来说，农田水利会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的体制运作，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好像变成一个庄脚哈，在一个地方政治在养庄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适当的哈。那当然说这个是还没有到真正发生，不过我们先跟人事长先说明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第二个我要请教人事长，就是说因为我们未来主改会牵涉到很多单位的调动，比方说未来如果我们成立了海洋委员会，这个海洋委员会可能会把农委会的渔业署以及这个海巡署把它纳到海洋委员会，那这样的话，这个海洋委员会它未来的总员额编制，因为以现在来看，海巡署的人员是属于这个总员额编制法第五类的，那海洋委员会的编制中，这样到底要怎么算它是第几类啊？如果有海巡署的人员它是第五类，可是在进入到海洋委员会后又变不同的一个组织，应该这部分当然细节上我们还要再讨论。不过如果我先说明一件事，因为海洋委员会因为上次这个因为委员会做了一些决议嘛，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海洋委员会未来要怎么一个呈现，应该再多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所以行政目前还没有定案啦。那目前未来我们会继续来看它怎么一个设置。那即使说有一些不同的人员在一个海洋委员会里面，我想这个都没有定案啊。那我想他应该还是不属于第五类才对了，因为第五类明定就是海巡，就是应该这样，海巡机关嘛。那因为海巡机关指的就是讲现在的海巡署跟他的所属嘛。那其他的就不叫，目前至少应该不会叫做海巡机关去定义他了。好，了解。那我再请教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了今天这个委员长的这个业务报告中哈，那我比较打问号的就是说，我看我们从一百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编了一个预算，叫做公务员的这一个高阶公务员短期密集的英语进修，那从100年编到了105年，其中100年编了380万，101年后增加到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编了470万，美国研究所编了830万，那102年中，102年我这边没有资料哈，103年又编了830万。104年又编了470万，那像105年目前规划是500万。那我想要问人事长说，我们这样公务员，这样我们
给他这么多的资源，让他出国进修，那他的实际上的成果，就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托福成绩有上升嘛，好、哦，那以及一些考试英语能力检测的分数有提高。那如果我们要求公务员英语能力的提高，那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在国内办不行吗？一定要让他们到国外吗？报告，其实委员指教了，我想我都同意了。所以其实我520进去以后呢，对我来讲，训练值得投资，但是一定要检讨成效。那我针对这个个案呢，就是我们会送人出去美国学这种短期秘诀，因为我看一看成效。就像您讲的，他只有类似提高那个用这个指标叫做譬如像说托福成绩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这个 program 已经不会办了。哦，好。对，因为当然说人长这样的决定，因为我只是借用这个机会去，我是认为说，因为公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啦，如果我们这个有限的资源可以让更多人去享受，哦，那可以让反而这个资源可以到最有效的一个利用，哦，那我们如果是少数的人去享受，因为我看每年都差不多20人以下嘛，那这样很少数人去享受这么多的资源，哦，那后来的成效可能还不如在国内让更多人去享受哈，对，那我想这部分是未来人事长在做这个预算哈，以及一些人事规划的时候一个参考，哦，那最后我想要问人事长，就是说我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未来哈，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环境，所以未来在社工人员以及说新政府积极要去推动的长照的一个制度之下，我们会需要很大量的长照工作人员，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动保也需要动保的工作员，哦，那社工团体就不用讲了，哦，一直以来社工人员的人数是不足的，对，那在于人事长你的总人员限制之下，你能调派的人员是有限的，但是你又很清楚的知道在社工这一块，在未来长照这一块，他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投入，而且需要更多，哦，如同刚刚周委员所说的，他是需要去投入的人，他是对于社会是更有，哦，更有同理心的这样的人去投入，但是人手不足这一块，这人事长有怎样的方式可以去落实改善吗？哦，社工人员的投，就是说增加这个部分是行政院本来就好几年，从大概过去几年就已经第一阶段先增加相当多的人力给地，其实社工绝大部分会在第一线嘛，第一线都在地方政府，那不同的县市政府根据需要就那编进去。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计划持续一直，现在定的计划一直到114年。那这一部分会请卫福部呢，因为这主管机关是卫福部，卫福部会配合地方政府的一个检视需要，那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原额的那个互相一个搭配。就社工，我想这是肯定一定得要做。那当然，社工人员除了有一些是正式那边有，我们还是有一些还是因为社工有不同的一些心态的一个人力，那我们可以借用比较多元的人力呢，一起来协助做这个事情。那长照也一样，我想我们也必须一定得要去规划适当的长照人力呢，来补充这样一个事情。好，那这个事情我们会继续来配合政府的一些新的政策。那我们就谢谢人事长。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休息10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询答。我们接下来要请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这个郑天才委员质询之后，我们如果在场人数够的话，我们有一个临时提案，我们处理临时提案。主席，各位委员，有请这个司人事长，请人事长。委员长，人事长好。这个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几族，你知道吗？十六。啊，十六族。对。这个十六族，那语言别哈，你知道有几种吗？对不起，我就真的四十二不了解。四十二种。十六族，四十二种。然后事实上，这里面十六族里面还有一些雅族了。雅族。在这样的一个，好，我先请教你，客家有几族？有几种客家？客家。我只听过有南。就南北腔调嘛，南北这样子，那只是南北腔调哦，什么海线什么，对，那只是腔调，语言都一样哈。对，我们来看这个，在屏东哈马家乡，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园区，那个是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所属的，这个成立了已经三十年了，已经三十年。他负责这个经营面积，他整个面积有四十二公顷，四十二公顷。他要负责这个原住民族文化相关的社教的功能。当然，他还有十六组的业务，业务的典藏、保存，还有展演。那边有原住民族的歌舞的展演。业务的展演，他还要负责什么呢？全国29座的地方的原住民族文物馆，各县市的、各族群的地方的原住民族文物馆，相关的这些辅导还有评鉴。当然，他还有十六族原住民族文化资产，还有传统建筑的保存。传统建筑的保存，还有展示，在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它本来是叫文化园区管理局了，主改之后改为这个文化发展中心。104年，就去年了，11月12号，司法法制委员会在这哈，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这个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法的时候，司法法制委员会做了一个决议，就是实际的预算营业额应该要达到70个人才能够因应好，接下来，当然人事行政总处当然不会同意啊，所以后来经过协商。协商之后啊，这是立法院的附带决议。去年12月1号，这个是经过协商的，各党团协商，当然就包括行政部门同意，才这样子通过的。这个怎么样呢？我看最后一句话，看前面那张。最后一句话，实际预算营业额要34个人。34个人，结果呢？行政院不尊重立法院的决议，讲行政院就是指人事行政总处了，不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应该要34个，当然最大的需求是70个了，经过协商之后变成34个。结果呢？行政院只核了，也就是你人事行政总处只核了24个。我们看下一张表，这张表啊，文化发展中心直言24个，公有驾驶约聘雇
啊，11个，啊，11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呢，直言，这是实际营业额34，然后他多了好多啊，35个约聘雇，全部都是约聘雇啊，35约聘雇，总共加起来69。这样的一个不平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我们不愿评论它。刚才你讲了，就是南北的差异嘛，对不对？我们有16族，他没有所谓的客家的展演、舞蹈的乐舞的展演，没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没有，我们原住民族的有，我们有原住民族的传统住。有很多的地方，他还要负责地方的29个地方的文物馆的辅导跟评鉴。这么大的、这么广的一个业务，而且是一个台湾啊，原住民族是台湾最珍贵的文化相关的文化资产，是这样的能力啊，这个比较。我们再看下一张，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宜兰。啊，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你看看这个能力，直言71个，他的组织法还明定了，约聘雇，啊，最多了，他说最多187个人，组织法明定哦，客家的也是哦，刚才讲的30几个，啊，客家的那个35个也是明定在组织法哦。你知道吗？就是这样。诸位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到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在屏东马家乡去看一看。你也去，我去过，你也去客家去看一看。啊，你说，去过那个园区。怎么样？觉得？好久以前去过，很久以前去过。再去一次。好，因为你们的同仁都没有去了。负责这个业务的没有去，要去看客家的，当然要看了，你才能够做比较。你也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去看，我都去过，真的是站在从原住民族的角度来看了。我们看下一句话，下一章，这不是我讲的，教育部啊，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啊。国语词典，什么是歧视？以不公平的态度相待，以不公平的态度，我不愿意说是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哦，我不认为你们有这样的心态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刚才的数据来看的话，从原住民族的角度会认为，我不认为你们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从原住民族的角度会认为，因为这个预算营业额为什么会那么低，其实是因为它很早就成立了，30年了，它不是后来成立的。后来成立，因为那时候是在省府的一个非常低阶层的一个机关了，那时候是这样，所以他的预算营业额就非常少。然后经过新成立的客家委员会是新成立的，所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也是新成立的，那个预算营业额非常多。当然，我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过去成立之后，也是去跟原民会原住民的部分来比了，他们比得很快，非常快，我们也支持。上次我们在这边一起审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法，它本来是4级机构，它要跟文化园区原住民的一样，所以它就提了组织法，那时候是同时并审，结果是天之差别，所以立法院才会做这个决议，诸位，当然不是你任内所处理的哈，还可以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
这个委员的质询，这个请主委啊要尽速了解啊。好，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顾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好，是不是请人事长？请人事长。人事长，那个，你们既然是掌理这个行政院及中央政府，包括五院的用人预算员额控管的这个统筹工作，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是说，若按照你们所统筹控管的这一种的各机关，就是行政院跟五院的这些中央层级的单位，全部用在这一个各机关业务啊，它的人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少？这意思是说全部的人事费用？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的这个报告啊，嗯、我讲起来就是说，要让人家整个去了解这个全貌，就是说我们用人啊，对、哦，到底用到花的钱到底花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说今天定的这个所谓的中央机关预算总员额数的22.9万，它事实上只涵盖了正式的这个公务员以及这个约聘雇人员。那么之外，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了，当然还有包括派遣人力啦、临时人力啦、劳务承揽啦等等，甚至就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委外啊。委外的业务啊，对，很多也都将机关的这一个应该推动的业务就委托来民间办理嘛。对，像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如果不能够显示在整个人事行政总处的业务报告里面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看不出我懂了整个的原貌，对不对？对，好、哦，我们讲了哈，您提到就是说这个预算总员额数是有精简，嗯，好、哦，那么。在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员法所指的范围内，你也有减少。嗯、那但是从拿到了资料哈，我们拿到了资料的这一个聘用跟约雇的人员呢，他的约聘雇的这一个占到整个各机关的这一个预算员额的这个比例啊，这个字是太小，它是逐年，其实逐年在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比例上来看的话，它在民国91年的时候，大概只占到4.97%，可它逐年攀升，到了105年的时候呢，它约聘雇的占比呢是高达了7.51%啊。那如果你从这个数字上显示啊，这个精简所谓的人力的精简呐、啊，人力的精简有做到吗？跟委员报告，因为整个我们谈的是总员额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类别啦。那我们讲的类别确实是像委员讲的，就是说有一些次类别我们有非常显著的员额的一个减少，那有一些次类别呢可能就持平，那有一些次类别呢我们是有稍微微幅的一个上涨，那确实是有这种一个现象啦。不过以约聘雇两个一起来算嘛哈，那我们整体的数字来讲，应该是我们约雇的人力呢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少，那确实在聘的这一部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增加。哦，那没有哦，你如果按照这个总的趋势上来讲，你约雇的人员没有呈现大幅的成长，但也没有呈现任何的减少啦。你看这个就约雇的这个人员来看，你从民国92年是5969，93年到5525。那一直维持差不多在5000多位，到了105年的时候，还是在5342位了。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任何显著的一种减少的状况。那另外，当然就像你讲的，聘用的人员呢，它很明显的就呈现了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现在呢，考选部的立场，考试院立场要帮将这个约聘雇的人员的这个禁用要法制化，对不对？对。现在按照他们的业务报告，嗯，那我就我来看，我是看不懂说。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将约聘雇人员法制化，那么将正式的公务员哦，他也有相关的这个考绩啊什么的，都有相关的法令的一个适用。那像这样子的
所谓的约聘雇人员跟正式员工已经正式的公务员了哈，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怎么讲？这种的差别待遇越来越缩小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从人事行政总处，从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用人预算员额的这种控管呐，哈，到底是不是有呈现着一个在被你合理有效的控管范围内？我觉得是存疑。再加上，我其实主要的重点在下一个，就是说今天有很多委员也提到了，就是说你的派遣能力，对不对？你的临时能力，加上你的劳务承揽，那我不太清楚这个劳务承揽跟你们现在在这个101年所定的这个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推动业务委托民间办理实施要点的关联性如何？但我看了一下这一个委外的这个金额是相当相当的惊人啊！哦，委外业务的金额相当相当的惊人。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要点，它其中有一个隐含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说他尽量委外之后，他可以精简人力。他可以精简人力，那他甚至还说哈，透过这个委外办理之后呢，如果有精简人力的话呢，我还要奖励的哦，还要奖励。但他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你们人事行政总处应该要负责的，他就说你们要负责协调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委外业务办理的一个绩效，因为为了要这样子的一个绩效的管控啊，你们要。由人事监总处要会同这一个行政院的一些主计总处也好，综合业务处也好，还有研考会、经建会、公共工程会等等，要组成一个评鉴小组，要来实施评鉴。评鉴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让这一个因为委外达到一个成效，让你正式的人力啊，这正式的人力，我想应该是要包括这个正式的编制的公务员以及约聘雇的人员。你让他能够有一个下降，然后你还要这个评估啊，这样子的一种下降人力下降中所节省的经费是整个是多少？那所以，我拿到这样的资料以后，我就很好奇啦，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委外的一个金额啊，500多亿啊，500多亿一年、啊、应该是500多亿啊。那这个里面不乏是这样业务委外的，对，没错、哦，很多很多是这样业务委外。好啊，一个政府机关啊，他将他应该办的这个业务，他把它委外了，哦，那么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我却看不到这个人事的精简啊，它有明显的成效。相对来讲，约聘雇人员们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而且占的比例是增加，各绝对人数来看也没有呈现减少。那就像你讲的，还有呈现增加的趋势，在这个聘用的人员上面。那这样总的来看，我们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管控啊，它是不是事实上已经 out of control， 就是说它已经事实上是都乱套。委员跟您报告一下，这个我了解委员的整个大的一个说法啊、哦，那。我们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兴的业务确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新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各个部会呢又不敢呢，或者是没有去做那个删减的动作。所以嘛，那我就是叫掩耳盗铃嘛，就是说明明就是没有办法精简，然后呢一定要求要精简，搞到最后呢派遣人力啊。在民间团体一直非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派遣的这种方式啊，但却在公务机关呢却大量的被利用，而且呢，人家还指明劳动部啊，这个利用的这个派遣能力啊还特别高。对。那么呢，委外说原来要降低这一个用人的经费，就委外业务的这种绝标的金额呢这么的高，那么。从101年的是400多亿呢，现在到104已经是569亿啊，快570亿的这样的，里面那个厚厚一点，你把它看了、啊，好多都是业务委外。业务委外，
自己本身机关应该办的业务全部把它委外。那讲了说，哎、欸，我要用用人的经费把它节省掉，但是却将它掩盖在这一个委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经费里面。然后呢，那你说有成效？按照你们的这一个推动委外这个办理的实施要点啊，啊，你们有提到要实际精简能力啦，要达到最好，然后把这个实际精简能力要交给各主管机关统筹啦，等等的，这个里面啊，这个实施要点里面讲的是很漂亮。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委外的101年实施到现在啊，哦，你这个金额啊，逐年上升，不，我跟委员报，聘雇人员加上正式员工，居高不下。那你承认说有很多新兴的业务，哦，事实上也降不下来。那我们是不是人事行政总处有必要在接受立法院的监督的范围之内啊，要诚实以对嘛？就是说你的业务报告的这个内容啊，要能够涵盖所有刚刚所委员所质疑的，就是说明白的去承认你所有的这个各机关、中央各种各机关，你用在业务上面所耗费的这个人力人事的支出啊，你逐项要把它明白列出嘛。当然不只限于正式编制的员这个公务员，也不只限于约聘雇人员嘛。当然你要把派遣的能力要放进来啊，临时能力要放进来啊。委外项目涉及到各机关委外去办的，虽然不放在正式的这一个人力的这一个科目项下，人力费用支出的科目项下，但是委外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样，机关业务委外，欸，很多人在批评的，正式编制的员工哦，他动不动现在就签委外，哦，一个给他当面向他量量啊，哦，啊，小姐，把很多应该要自己应该要进行研规划研议的这个项目全部都委外，然后委外又拿了一个报告回来，然后就按这个报告就写个签往上走，这个在。我了解，里面越来越严重。因为我想这个事情，您关切的是整体的一个呈现这个资料。我想我们确实目前没有做这样整体的呈现资料，它可能个别呈现在，譬如像非典型的人力呈现在不同的预算书里面。那这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做一个检讨？那最后可以做一个类似您关切的整体的概念，包括人事费用的一个概念。人事行政不做，没有人可以做嘛？你们人事行政不做，就在用人预算严格的控管的统筹吗？跟委员报属于那个浅的部分，有时候就是有些资料是在人事总不主计总处那边，所以我目前正在就是我里面报告书会提到说，我要努力积极跟人主计总处来做这一块，就是正要符合委员您讲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的要求就是说，我的要求就是说，你在下一次的这业务报告里面，你要将不只是将所谓的正式编制的公务员、约聘雇人员，我要看到派遣。我要看到临时的人员的，那你甚至想说机关委外的，是不是放在你劳务承揽里面也要呈现的？我们要总体的看到整个国家至少在你统筹的这一个，我们不要管到地方层级，在这一个层级范围之内，我们要看到整个原貌嘛。哦，这样承诺就是说承揽那一块真的目前比较有困难，但是派遣临时人力。还有其他我们现在管的总营业额，我会跟委员承诺，这个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做。委外的项目啊，我跟机关要了厚厚一本啊，对，你仔细去看一看啊，其实很容易画得出来，哪些是属于这一个采购项目的，哪些是属于机关这个业务的委外的，其实一看就晓得了嘛，好不好？好，是，请回。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临时提案。我们有一个临时提案，请宣读。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为协助各机关积极运用退休公教职工人力，以减少政府人力成本支出，并提升行政效能及政府服务品质，特订定强化退休公教职工人力运用机制之推动原则，以下称原则。原则第三点之二明示，应结合机关退休公教人员协会设置志工办公室或休息室，增强志工人员对机关的认同感及相互联系。然据查，多数机关尚未或无意拨用闲置空间供志工人员使用，凸显出此原则利益虽良好，但却未被各机关重视。有鉴于固定空间办公室或休息室可提升退休人员认同与归属感，原此
建请人事行政总处积极向各机关宣导原则之利益，且要求各机关应先设置志工办公室，作为凝聚整合运用退休公教志工人力之起点。提案人周春敏、段宜康、蔡玉云、萧美琴宣读完毕。好，请问临时提案，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意见？可不可以说明？是，来，我们请人事长说明。报主席跟各位委员，我想，多了应用志工这个事情，确实是绝对是好的事情啊。不过目前的志工真正的主管机关是在卫福部了。那人事行总处比较负责的是，因为志工是非常这个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个社会人力都可以做。那人事总处其实是在鼓励宣导说，我们公务人员本身不管他是现职或退休，可以投入这个行列。那所以各个机关是不是？目前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不是包括他有没有空间能够提供到这个？因为每一个机关真的差别非常非常大，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建议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调整，供委员会参考看可不可行啦、啊？就是最后的倒数第二段，且要求各机关应优先设置志工办公室这一句话呢，是不是可以改成叫做并建议卫生福利部评估在现行相关志愿服务法令中？规范提供适当办公空间，因为这部分确实是比较是整体性是，我们在志愿服务法里面去处理一个事情。那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总处跟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建议。那个文字是不是可以给我？好，谢谢。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建议修正文字哦，请各位看倒数第二行。这个逗点之后啊，本来是且要求各机关应先设置志工办公室，建议修正为并建议卫生福利部评估于现行相关志愿服务法令中规范提供适当办公空间。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好，请说啊，下一个什么？哦，好，我们由美女委员加入提案。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时间八分钟，谢谢。来，请人事总长，谢谢。来，请人事长。人事长啊。哦，不是总长了啊，那主席，那么各位与会的委员先进，各位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啊，还有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啊。那么我就很快把握时间哈、啊。那么人事长，我请教一下哈、啊，过去我们的任官考试啊，官规官制是由全序部所主管啊，但是官规官制影响到的是我们人事总处，我们行政机关公务员怎么去运用调度人力。那我举例来讲，过去我们的考试高普考呢，高考一。以高考二级、高考三级、普考等等，它刚好对应着我们的学历，高中文凭、大学文凭、研究所文凭、博士文凭，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嘛，哈。所以，但是呢，它对应出来的考试呢，普考出来的是委任官，高考出来的是荐任官，而且我们政府机关里面检荐委的比例是有固定的，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虽然是考试人包文，这也是考试人的市长，但是你要用人我想他推测的原因应该是他不希望呢大家都变成是高官啦。了解，也就是说一个部队啊要打仗啊，不能够有兵无将，也不能只有将而无兵， 对， 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的公务机关有检任官、有荐任官、有委任官，我们的考试制度有选拔出委任官充实基础的人力，也征拔出荐任官来做未来的领导干部，对不对？对对。但是因为他对应的学历的问题。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的这些政府的官职的编制啊，譬如说公职有护士，对，也有公职护理师，前者是委任，后者是兼任，对。但是可以担任这些公职护士或护理师的，大部分不是公职考试来的，是专技高考跟普考。你也了解，因为有医师人员任用条例，所以呢，根据专技高考跟普考来的护理人员，分别担任了我们的那个委任的公职护士跟兼任的公职护理师。那目前我以屏东县政府为例，目前我们将近300个护理人员当中，大概比例呢大概是3:1，护理师的编制是1，护士的编制是3:3，
可是毫无疑问的，几乎我们一查，只要是新来的，都是专技高考护理师资格的人进来。那这样的情况呢，让我们觉得说是高资低战，那这样是不是一个人力的浪费？我们可不可以主张说，哎，既然国家已经不再办理专技普考的护理师了，对，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高职的护校了，通通都是专科以上，所以考试院已经只考专技高考的护理师，对，换言之，未来能够透过医师人员转任的都有护理师的资格。那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把这些哦，原来设置的委任的公职护士改为兼任的公职护理师，可不可以这样子？鲍委员，你也知道我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用人上会有问题啊。对，用人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其实也不只是有护士，我们有公职律师，有公职各式各样的，他背景都是具有专业证照的人。对，那进来以后呢，如果还担任委任，老实说，对。老实说，也可能找不到人呐、啊，或者是也留不住人呐、啊。我想这些都是实际上用人的一些问题，我充分了解，充分了解。啊、但是你要帮忙的去思考说，如果我们把各级政府的委任公职护士都改成了兼任的公职护理师，我们的人的人力的调度、人力的成本，还有他的分工的业务的工作上，我举例来讲，我们人事员，我们在基层学校跟乡公所有人事主任，有人事助理员，对。我们的主计的话，有主计主任，有主计佐理员，一个是委任官，一个是兼任官。在我们主计跟人事的部分，非常精简有效的透过不同官等的安排，让他们可以共同分工合作。对，这个是不是也是官规官制的一个目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共同使用的一个概念。那在一般的公立医院或者是私人医院，他也会有护士跟护理师。对，他们很清楚的，护理师叫阿长，护士长，他是负责管理。很多的护士要协助资深的护理人员去帮助医生从事医疗，这也是整个他的专业制度上，他有分资深、资浅、高低阶的设计。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用人机关的目的上，可不可以主张把我们的公卫护士通通从委任护士改成兼任护理师？你同不同意？委员，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还涉及到人事费用，不过我跟你讲，方向上应该可以去评估了。那这个事情，如果全序部，如果现在我们的医师人员任用条例，其实可能也有这种机制，可以容许这个空间。那让我再做多做了解，如果有这种空间，我想我们会把行政部门的需求呢带到呢跟考试院做这个了解。我了解，因为我也会去咨询全序部，也会跟考试院，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评估说，各级政府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需求、它的负担。它的运作有没有问题？希望人事总处应该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让我们用人机关可以透过民意机关来向全序部、来向考试院来请他们改变，好不好？跟委员报告这部分，我想我会特别再请卫生福利部呢一起加进来协助我们做，因为有些事情是专业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卫生福利部跟人事行政总都是代表行政部门。来，我再告诉你哈，现在不平在哪里？做这个事情。你讲到卫生福利部，我来讲另外一个一样跟护理师一样专业的，叫做社工师、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打一开始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培育就没有高职的阶段，一开始就是大专的阶段，就是大学的社工系。大学的社工系，因此当要设立社会工作师的时候，我们的考试院一开始就是把它设定为兼任社工师，而且呢，我们还有社工师有三级。社工督导单列八，高级社工师7到8，社工兼任社工师7到6，这些都是在我们地方政府上算占的高缺、高阶缺啊。对，那么呢，甚至呢，我们地方政府在计算减建为比的时候，考试院在第11届的第27次会才决定，为了因应对于社工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在扩充编制、设置社工师的时候，如果抵触了超过了委建比。Okay. 社工师的部分可以排除在外，连考试院都觉得说，当国家需要这些高级专业的社工师的时候，他不受原来我们官规官制地方的组织编制员额当中的委建比。这个部分，人事总处您的看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蛮合理的。那你要站在这个立场上，帮这些不同时期进来的专业的技术的公务人员讲话、啊。现在护理人员不平啊。我们护理人员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古老的专业。我们早期进来有编制公职护士、编制公职护理师，有委任、有兼任。你们后来的这些社会工作师，通通都是兼任。啊，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编制缺，现在呢，人事总处也没帮我们忙，那考试院也没有正式，而且呢，专技普考也不考了，
考进来的都是专技高考的护理师，可是派到地方政府呢，都是暂委任的护士缺，他们在我们地方基层看了，在心里啊会有不平啊。我知道，人事总啊，任长，你可以体会吗？我委员的一个指教，我想我虽然刚进来，但是我会积极来理解，然后呢，我做必要的协助。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哈，不只是这个部分的设置，我们还想到，因为过去呢，我们用学历跟他的认缺来做连结，造成了误解。所以目前我们的教育啊普遍提升，我们要来考公务员的，你已经找不到高中毕业程度的了，通通都是大学程度。那么这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的普考就不用办了呢？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有委任官职了呢？所以人事总处要想清楚，帮我们做一个建议，未来政府的兼任官跟委任官，他在养成教育的时候，还是不是要跟学历挂钩，或者可以跟学历脱钩？我们纯粹是就你该职务上，在你的运作的时候的需求的专业来要求。你念到博士，你要去考清洁队队员，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那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浪费，所以是不是请总长人事长这边好好的来提出一个，让我们来跟考试院争取，好不好？好，我们来做一个跟委员的一个指教，我们来做努力。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好，我们接下来请由不是萧美琴吗？请尤美女委员，时间12分钟。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我们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施人事长。请人事长。好，委员好。施人事长好哈。那个今天你们的这个报告哈，就是跟上一次您来拜访的时候，我们谈了一些，那其实在您的报告里面有一些正面的一个回应哈。那这里呢，我们想要再请教的一个就是员额评鉴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员额的评鉴呢，其实在这个去年的预算审查里面呢，我们有通过一个主决议。这个主决议呢，就是性别影响评估的目的呢，就是在确保两性都能够平等享有社会参与社会那公共事务跟资源取得的机会。那近年来，我国陆续通过两公约施行法，还有 CEDAW 施行法。但是文官体制的性别平等仍然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那经查过去呢，员额评鉴都没有纳入性别影响评估。那原此呢，建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落实性别主流化，那研究将性别影响评估呢纳入人事机构的业务绩效考核。那这是在去年的这预算审查里面的主决议。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整个我们看这个统计数字呢，其实我们看我们公务员。好，从委任、兼任、检任，那委任跟兼任其实女性都多于男性，可是到检任的时候还是明显的女性呢非常的少，所以呢在这里其实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看到说位居要经的仍然都是男性，虽然说我们的委任、兼任好这个女性非常的多，那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就会牵涉到的就是说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整个一个社会的参与，还有升迁的管道，还有你在这个评估里面的一个不公平，或是这里就是说当我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就像说这一次我们新的政府一直为妇女团体所诟病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对不对这个政府官员里面，那女性呢只变成落的只剩下10%。那当然大家会讲的说，哎呀，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可用的女性，那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她没有机会，那没有机会她就没有办法去表现，没有办法表现你就没有办法去肯认她的能力，那你就会对她的能力存疑。所以在这里呢就会牵涉到了，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给她机会，有给她历练的一个机会，那有给她历练的机会，她才有可能去表现她的才能，那她有可能才去做决策，进入到这个决策的位置，否则的话她就永远只是在底层的背后的，好，就是跟我们传统非常符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就永远只是在背后幕僚看不见脸孔的那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要求说，那你们在这整个一个这个人事的这里面呢，是不是在这个是不是也能够把这员额评鉴里面呢，也能够把性别影响评估这个部分能够放进去？那你们现在的进度到底如何？
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刚您刚提的大概就我刚进来，那我会持续来了解这个事情。那我先说一件事情，我刚好委员也提到这个，因为性别影响评估放在譬如像说人力资源管理里面的意涵是什么，这个事情我一定也会再多做一些讨论，因为我知道我们本来一个性别影响评估那个检核表，那个可能是在比较偏业务部门。那也跟委员报告是，事实上是我在进来以前呢，刚好写了一篇呢，分析台湾所有的这个公务人力的女性结构的长期变化，那即将会出版，可以一份给这个委员参考。那委员指教的是非常跟那个数字一样，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检任确实总数上是比例比较少，但是如果转换成我们在学理上讲的代表性系数，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我即使是这样讲，我都觉得在国外的经验上，跟他们经验研究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机关首长或决策的人，如果是多有性别，这个就是说他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性别一个去的话，真的会有不一样的 impact。那这一点上，当然在台湾人事制度上，我们还很难一路做用强制性做到这一点。不过我的意思在讲是说，我们怎么做性别影响评估里面放在人力资源管理里面，应该有哪些 indicator？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容许我呢？再跟同仁做一些讨论。那如果讨论完要再跟委员这边做一个报告，那在这个基础下，我们再来讨论说是不是适合呢？放到原额评鉴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人事那个绩效考核里面。我觉得我充分这个理解也支持要做这个整个就是说更高决策阶层的这种。性别平权这样一个概念，不过就是说，是不是容许我有一点时间呢？好，检视这个事情，然后再跟委员做报告。OK， 因为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性别的一个平等？因为事实上男女的思维不一样，那所以呢，就是说生命经验也不一样。就像说好，男性从来不会去担心他自己，当然他的人身安全，他所担心的跟女性所担心的人身安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好，你生命经验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依照他的经验在做事情，在做决策。当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就像说好，在上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轮船的船难的事件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洪大姐对不对？她出来，然后呢，后来大家觉得说哇，他比外交部还厉害，那为什么？因为外交部所有的这些人，他从来不知道渔民是在做什么，从来不知道渔民的苦是什么样。今天渔民被抓了，他也不晓得如何的回应。但是洪大姐她知道，她就是生长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她每天面对的就是她的父亲，然后在海上在捕鱼，然后呢会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耳濡目染，所以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知道怎么样去研究，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主张等等。所以这其实是生命经验 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当我们的决策的单位、决策的人，大家同质性太高的时候，你就会永远只是那精英的决策。或是你永远不会去看到弱势。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性别的重要，我们说看见性别你才能够看见弱势，看见弱势你才知道说我资源怎么样去分配。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抨击上一任的马政府，就是他只是没有看到，这只是就一直在对这个大财团的赞助，然后呢对于这些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贫穷的人到底在哪里，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当你生命经验不一样的时候，你才会去知道说我这个资源应该怎么样分配。那这里生命经验的不同，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不同生命经验的全部都来任职。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参与式的民主，我们台湾最宝贵的其实就是 NGO，对不对？有这么多的人热心的人，然后再参与这些的事务，所以这里也跟今天所提的这所谓的志工，我们这么多的公务员，那么年轻的就退休，然后再领着这些的高额的退休金，他们也很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他们没有去路。所以呢，如何能够善用这些退休的人员，让他们觉得说社会他们还是有贡献的？我们去看到说，好，在这个很多的国家，他们开始在处理老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其实你给老人让他有生命活下去的这个意义在，让他觉得说他还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他有被需要，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他每天睁开眼睛，然后就等着吃中饭，吃晚饭，然后吃晚饭又第二天又开始，那他不晓得他的生活的重心在哪里。那现在顶多大家拼命的滑手机，天天在那里滑手机。所以呢，在这里就说，所以我们看到说，像荷兰，他们就
办了一个，就是让所有这些老人他去发挥他的长才。我今天我很会做面包的，我就让他来做面包，或是呢，他就办了一席，就是说好让大家来，我办一个满汉全席，然后找的是全部你会很会做烹饪的人，这些的老年人，然后来做一个满汉全席，但是我是售票的。然后呢，这些的盈余呢分配一些给老人，然后呢也帮助社区的一个发展。所以呢，让这些老人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觉得说他已经是被社会所淘汰的这些人，今天突然发现说，对呀，我这些技能都还在，然后每一个人都突然亮起来，每一个人都突然活力百倍，而且甚至呢，他们开始去跟年轻人讲说，这个食材应该要怎么样，这个烹煮应该要怎么样等等，他可以讲出他洋洋洒洒一套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就已经退休的这些人，怎么样活用这些人力？他们不要的是钱，他们其实要的是尊严，要的是生命的意义，要的是能够被社会继续的重视。那所以我就希望说这一块是不是能够就是好好的去善用这个志工的人力，那以及对于这个性别的这一块能够加强。那另外呢，就是对员额评鉴，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站哈。那在上一个会期的今年三月的时候，其实我咨询人事总处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的网站没有更新。那我们所看到的呢，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刚刚网站叫出来的，仍然是民国1999年的，现在已经105年了，真的很抱歉，对不对？我想人事行政总处不应该出现这个。那上一次他们讲说他们有更新，可是我们现在叫出来是不一样啊。好像是刚刚同仁是说是有更新了，可能在不同的页。放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让你困扰了，可能是让您困扰。所以我们都找不到，别人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呢，我已经要求说，我们的总处整个网页必须要重新做改版跟更新这个事情。而且就是说不要这么的呆板吧，现在对不对？年轻人，我们的台湾的在这一块的这个能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所以是不是能够重用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长才，把这个部分能够是更活泼，然后更一目了然的这个去更新哈。那另外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人事费的这个部分哈。当然我们知道说人事费一直是，就像刚刚顾委员所讲的，其实一直是一个我们的总预算里面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那这里面虽然说总预算占20%，但是我们还有所谓的非典型的人力，这些所谓的约聘雇啊什么的派遣人力，这些的把这些费用加起来，我相信一定超过20%，其实是费用很高的。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说人事费用它除了一个是所谓的退休人员的给予，另外一个就是限制人员的薪资。那退休人员的这个给予的这一块呢，固然我们说这个年金改革会去处理，那现在对于这个限制人员的薪资这里面其实呢有一些包括过去没有法制化的一些奉给跟给予。那这个部分呢，人事总处你们现在的规划是怎么样，是不是要去做全盘的这个去处理？因为在103年的时候，行政院就已经颁布军公教人员法定给予以外其他给予的项目法制化推动计划。那我不晓得说您知不知道，那这个计划现在目前的进度如何？知道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事实上已经是等于是行政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幕僚作业，那事实上目前就是根据这个计划院的核定，然后各个部位就根据这个计划陆续在推动，最终的这个目的就希望把一些不应该要有制度，有一个制度来规范才可以支领的非薪资以外的项目，尽量都把它制度化，我们正在朝这个努力中。 OK， 因为有很多所谓的专业加级根本不是专业，有很多的地域加级根本没有理由，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说整个是不是能够通盘的去检讨，然后通盘的把它法制化。我想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给予的话，你本来就应该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嘛，所以这个部分希望你们能够那个好好去快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训练的这个部分，就上一次也跟您交换过意见嘛哈，就关于这个所谓的人权的这个训练，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一直公布了好几个公约，人权公约，但是那些人权公约我们不是要来作为看板用的，我们希望说这些人权是真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政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里呢就会牵涉到说对于公务人员的这些的训练，在职训练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人权的概念能够融入到他的业务里面，那甚至包括我们在所有做这些冲击影响评估里面的人权的评估，那这个部分就像说今天早上我们在开记者会，就是说当我们的厂商到外面去投资的时候，到外国去投资的时候，对于这些人权，对于环保
哦、等等这些，你是不是也应该在你的成本里面把它算进去，而不是以零为货？所以这些部分都必须要把它纳入到，因为这也算是社会企业责任的、哦、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此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个你们的这训练里面能够加强这一块。那我们希望说这个训练它不是只是这种教条式的一个上课，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比较是工作坊，让他们大家能够脑力激荡的一个方式，然后大家去看出它的业务，然后如果把这人权的角度放进去，它会是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出来，是不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加强、哦、OK 好，谢谢。好，谢谢，请回。我们接下来请肖美琴委员，时间八分钟。好，谢谢主席哈，请人事长。请人事长。你好、哦，我想我今天有一个提案，也非常谢谢委员会里面大家能够予以支持哦。那我这个提案主要是针对如何强化退休公教志工人力的运用哦。那么这个原则也是我们人事行政总处哦在推动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工作狂哦在退休之后的那一天开始，他的身体机能马上迅速的退化哦，因为他已经习惯一个生活的步调。那如果身强体壮的人，他愿意在以志工的形态哦继续的来做社会服务哦，或者是协助原来的这个工作，事实上这样的人力的运用哦，也能够对于一部分的我们公务机关业务上人力不足之处哦是有所帮助。那我要这个当然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哦，尤其我们东部地区铁路是主要大家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哦，但是台铁长期也因为人力不足而导致哦相关车站的服务也是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因为退休的这些台铁员工也组了一些有组织性的这个志工的这个退休人员协会，在人力比较吃紧的时候，甚至是环境的维护上面也提供了很大的服务。那我想这个我们是需要去认同跟支持的但是在我们人事行政总处多年前在推动的一个退休志工人力运用的机制里面也针对所需要的办公空间以及聚会场域也提出了一些鼓励的方向。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强制性这个也需要跟其他的相关公务机关相互的协调跟配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虽然是没有强制性，但是为了要落实这样的原则，同时能够让我刚举的这个例子像台铁特别人力吃紧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这些熟悉整个规范、整个票务流程以及整个车站运作的退休人力来提供志愿性的服务跟协助。我们其实还是应该鼓励各机关单位提出适当的这个空间，在允许的范围之下，让我们的退休人力有定期的这个聚会或者是参与业务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没有落实所以我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 incentive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诱因是可以来鼓励的？那在原则里面，你们这个推动原则里面有提到可以考量订立奖励机制啦或者是特别服务奖啦、公开表扬啦，那请问这些事有做到吗？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志工的事情，一般来讲都是说有我们定了这个机制以后，然后可能各个机关就去做。那是以各机关实际上有没有落实执行，或者有没有根据他们的这个状况来执行，这部分可能是不是我可以再跟同仁了解一下？我刚进来，可能这方比较不了解。那人事长你自己对于这个退休人力运用，你本身的态度是如何？我想所有的你是觉得这是麻烦，还是你鼓励，还是你本身你个人的态度是如何？没有，我想志工这一件事情在一个社会的一个蓬勃发展里面，本来就是很值得鼓励做的一个事情。任何人当他退休，其实不是只有退休，而是所有的志工行为研究都告诉我们说，志工是一个行为习惯，所以如果你等到退休的时候再去改变这件，可能来不及，甚至是应该现职人员
你越有这种习惯，你以后就越有这种行为倾向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志工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很值得鼓励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政府部门那退休之后回到原单位来当志工，来做一个人力缺口的补足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想，我目前也是在鼓励做这个事情呢、啊，就是说各机关他可以请他退休的同仁，如果有意愿就回来。但我了解很多退休的公务人员，他也不见得一定是回到原单位。他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做志工，那我觉得广义上我们都应该去做一些鼓励的。那这个整体来讲，就是卫福部他有在处理这个事情。那人事行政总处当然比较 focus 在宣导鼓励我们的退休公务人员，不管是在自己的单位，或者是到别的单位去做志工，我想这都值得鼓励的事情。好，那也希望我们在提供 incentive 跟鼓励措施上面能够有这个强化哦。好，那另外哦，在我们现有的公务员的人力制度里面哦，当然我举个例子哦，因为像举个例子，像英国他们的外交官哦，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允许他们的外交官，因为他的工作是要在全世界推广他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允许他的外交人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借调到某一些英国的全球的跨国企业里面，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民间企业，它在全世界做全球布局跟经营上面，它实质运作的一个状况。那它也由此来强化政府部门跟民间实际需求之间的一个接轨。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就我过去所了解的状况是，他们认为是一个正面的那也能够深化我们政府不要尤其是相关高阶的人员不要因为不食民间烟火而在决策上面不了解民间实务的状况以及全球整个运转实务推动时所面临的问题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可行性你有什么看法呢？跟委员报，我想这个我知道政府在过去也曾经讨论过这个事情，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那考试院想法，他认为可能要定一个专法来做这样的事情比较好。那行政院的做法大概有一些细的一些规范呐，不过即使有这些细的规范，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执行的效果并不好啦。那并不好的原因可能包括说，我们也没有真正可是你说效果不好，我们现在并没有执行啊，那怎么去认定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我所谓效果不好，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执行的非常非常非常少了。就是说，即使有很类似，我们目前制度比较不允许了。对，原则上是不允许嘛。那虽然我们有一些小的一些制度容许你，我讲的不是特定的外交人员，是可能有一些机关之间的一些互调，可能是可以有。但是运用的人还是不多了，不同的原因非常非常多种。那我了解，委员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跟有一些外面的参与，然后做一些互相交流，它当然有正面的效果。那我想台湾的社会也会担心说有一些负面的效果，所以一直在这里做一些全能负面的效果，怕说会不会有这个不当的利弊得失，类似这种情况，每一项政策都会有这些问题啦。所以我才要问你的看法是如何啦？因为我们国人同时也期待我们政府是确实了解民意的驱动，而且是走在世界前面，是在进步的那是紧密的来跟人民的需求做结合的，而不是自己坐在办公室里面去思考政策所以才想说这样一个示范的可能性你的看法是如何？我跟委员报告，如果问个人意见，我当然这是我自己对这个政策最后虽然在考试院，如果行政有这样一示范，就我个人是支持的。那如果说要研议相关的专法的话，你们认为人事行政总处这边也可以主动来跟考试院来做讨论吗？这个部分我印象中全序部本来有一个机制，他们有这个议题在讨论，那我来了解看看，如果有这个议题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适当的再把我们的这边的意见呢反映过去。我想这个是对国家整个在一个减少可能的那个风险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凸显它正面的意义？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制度。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请回。
我们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陈义杰委员，陈义杰委员，陈义杰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不在，我们请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人事长，我们请施人事长。施人事，好，好，谢谢主席。好，人事长好。人事长，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英总统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见啊，就是食品安全，食安。那我认为要如何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个是全体国人呢、啊、非常担心，台湾这几年连续发生的食安风波啊，让消费者啊非常的不满。但我认为要解决食安问题，我们现有的人事组织以及相关的功能性啊，必须要有所调整。我请教人事长，你知道行政院下面有一个叫食安办公室的单位，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知道吗？哈。那你了解食安办公室成立的功能，他要做哪些事情？你晓得吗？我的了解，他主要是希望做跨部会的一些协调工作了。他基本上比较不做第一线的执行。这个单位啊，有二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编制在这个单位。那过去做什么啊？毫无所悉。你说是跨部会协调吗？他派驻在那里的人员。有够这样的权责，跨部会协调很困难。公务啊，只要跨了部会啊，就很难推动。跨两个部会推不动了，跨三个部会啊，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死了。所以你要执行跨部会事情呢，那倒不如我们来检讨现在的食安啊，到底政府怎么来执行管理啊？我发现现在这个食安办公室啊，设在行政院。这是马政府时代啊，啊，当时因应民怨、啊、对于食品安全啊的不满，所以他设立这个食安办公室。但我发现他做的事情，他所列出来他要达到的功能愿景，几乎啦每一项啊都是食药署可以做的。所以这个食安办公室他根本只是做一些笼统式的资讯宣导，他所要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的食药署或食药科都可以来做。那既然现有的组织单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再浪费二十几个人，再重叠设一个所谓食安办公室在行政院吗？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好好的来检讨。我跟委员报告，我想我印象中是礼拜二还是总咨询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位委员也提到说，行政院那么多类似这种。办公室的机制到底是不是有能够实际上发生那一个功能呢、啊？那我想这个事情行政院应该也会启动这个机制来检讨这个事情才对。那确实没有错，如果放在行政院的机制上，它一定要有功能，要不然人放在那里，实际上是效果就没有错，而且他不少人、哦、就效益不大。如果调二十几个、啊，做一些原有现有的单位啊，像食药署或食药科、地方政府食药科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岂不是浪费？对，所以希望啊，那我们人事总处这里呢，是不是把这个食安办公室啊，它的存废啊，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做一个书面的说明了。啊，好，我来跟那个行政院那个，我建议认为这个单位啊不应该存在了，没有必要，没有功用。好，那我倒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来检讨，那到底如何进一步维护我们的食品安全？不要啊，每隔一段时间。几乎没有间断的，我们都会看到又发生了食安事件。想请教人事长，你知道这几天又有一个新闻，啊，这几天要发生一个营养午餐，学校的营养午餐，它的食材，啊，发现有农药超标的蔬菜，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真的这个是有点。严重的事情，我们营养午餐
它的食材就蔬菜，它还没有做哈，还没有下去、okay. 下去炒。那这个蔬菜检验呢，发现啊，哇，它的农药超标了。那现在大家在骂食药署，你食品安全把关不力啊。想请教我们的人事长，蔬菜啊，农药超标，那是哪个单位的？这应该是农委会的源头，应该是农委会了。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样子，哎，这个是农委会应该要做的事情、啊、我们的食材，它只要还在土地，对，它还种在啊，种在田里面，鱼。如果它还在余温，对，那这些都是农委会的事情。然后呢，食药署啊，啊，食药署是等你到了餐桌上以后啊，啊，才属于食药署的事情。那这样的权责划分呢，我认为啊，大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啊，应该是要在预防。嗯，对，没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食安的，要食安的问题要处理啊，重点不是在采罚啦，而应该要在预防。所以这样的事权管理啊，我觉得要合一了。如果比如说地方卫生局的官员，啊，你到比如说你到一个农田，你要去查看他的蔬菜有没有农药，有没有违法使用农药，这农民是可以拒绝你。因为你食药署官员，你没有这个权责啊，你不能来管我农田，不能管我渔翁的事情、啊、那可是现在看起来，谁来负责食安的成败？因为我们最后啊，一定是找食药署。那这个部分的权责，我想人事总署这边应该要研究一下。好，未来如果真的要处理食安的问题。那现在因为你分了很多区段、啊、都有不同的单位、啊、尤其是农委会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那如何来整合？那个人事长，你的意见呢？你的看法？我谢谢委员的指教。我理解委员的讲法，事实上这也实际上东西，我们很多业务都是上中下游嘛，最后我们都是找最后有一个社会上就找最后那个窗口来做负责，那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完全负责所有的事情。那这个跟我们的整个组织业务执掌的一个区分是有关系。那这个当然提供我们未来，我们现在有些组改还没有完成，我想这些事情也刚好提供我们在未来设计组织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思考，包括即使要做分开，这中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业务上的这个一个协调合作，这些事情事实上都可以先做一些讨论。我觉得啊，农委会啊，是不是应该可以考量了、啊、哈？啊，希望你们人事总署这边也做一更深入的研究。你关于农药了、动物用药，那这些跟食药署会重叠性的权责，它移转给谁？看起来应该是要移转给食药署了，然后把相关的人力和编制也合并过去，这样才能达成啊，小英总统所讲的从泥土到餐桌的整个一个管理嘛。啊，让过去啊。啊，权责分立，因为你权责这样一分开啊，你就变成没有人管了。啊，我们请啊人事总署做对这方面啊，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好，那同时也因为人事长你今天要到立法院来，我特别去看一下，希望我们人事总署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讯啊，可以来做参考。以现在的时代来讲，啊，资讯啊这个爆炸流通那么快。我们人事总处啊，实在是非常的落后、啊。你现在的人事总处的网站上面呢、啊，都是104、103年的资料，很少才有104年的资料。各机关的绩效评估还停留在2014年，今天已经2016年了、啊。那很多看起来很清楚啦，这个网站上面的很多资讯啊都没有更新。那我不晓得。这是哪个单位谁在负责的？那我希望我们人事总处啊，能够就这方面呢、啊，希望能够改善啊。是啊，让我们可以更直接了解你的业务啊，了解你所督导的各单位的一些相关绩效嘛，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改善。谢谢任长哈，谢谢主席。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在。好，我们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会及本会。委员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